士气满满的赛前喊话，他们是集美女中拔河队，有着冠军头衔的他们手上长满后茧，对付被粗重的麻绳磨破，这都是他们努力的痕迹。意志力，这是毅力，你有没有办法逼自己去坚持，我觉得蛮重要的。而这位坐在场边指导的总教练郭生，四年前遭遇严重车祸，重回校园的他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很自卑啦，我每次训练的时候都跟学员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。察觉到教练情绪不对劲的队员们决定让教练打开心房。那次聊天之后，他们说教练可不可以像以前这样教我们，凶我们没关系，骂我们都没关系，对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像以前那个样子来带我们。努力复健重回校队的教练和勤奋训练的队员们，终于在一次次的比赛中拿下冠军。拔河这个项目其实有点冷门，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，我们会想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这个国家。拔河不仅拉近了彼此，也拉近了台湾和世界的距离。记者陈怡如、吴柔婷采访报道。